唔能夠翻學噶嘛，冇肚餓噶嘛。咁開始咧就係、是暑假咧都釘豬仔奔跑。你再過再釘個豬仔未啊？奔個炮未啊？係未啦？我老過你啊嘛，我1960年出世噶。釘豬仔奔跑，跟住做咩？剪嗰個牛仔褲啲線啊？仲有咩添啊？跟住咧就係、是、做嗰個絲花，點解啊？因為我屋企冇飯食。如果你暑假你唔賺錢，你咧就係、是、跟住咧就上學嗰時咧冇新書包，冇新鞋，冇新書，所以咧就係、是、自己咧從小咧就爸爸媽媽嘅栽培之下咧就培養咗一個係為人民服務嘅心態啦。所以我喺葡國讀咗書之後回澳咧，就喺1987年。開始咧就係、是、入咗澳門公職人員協會，做到今時今日22年啦，一日都冇離開過。為咁目的係咩啊？為大家服務，係咪？我哋2001年當時咧新希望第一次參加立法會，不好可惜，當時咧又爭400多票入立法會。不過我哋新希望第二組新希望咧，冇灰心係嘛？冇灰心，因為點解啊？我哋相信，如果憑著我哋個為社會、為市民貢獻、為市民工作啦，肯定肯定得到你哋嘅信任噶，係咪啊？係啊！所以2005年，我哋咧歷史上第一次高票9970票。高天志入咗立法會，咁希望今次高天志入立法會帶埋山頭師，係咪？好嘅，帶埋山頭師咧，最重要咧，得到你大家咧，喺9月20號咧，記得咧吸個印，吸一、二，第二個印先準確啊！記住啊，第二個印先準確啊，冇搞錯啊！因為點解我哋大家？是新希望的嘛，是不是有困难有办法有新希望。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新希望可以压制二，好像没提再来一个，要压制二的时候，个大埋手的好吗？后面我们一二三，刘宇平好吗？一二三，新希望你可以压制二。那邊沒有齊啊！三眼燈的市民，我們今次呢就是來那裡呢，是跟你們一起共同過一個晚上，聽取你們的意見的。剛才我和高天師在這區那裡已聽到很多市民呢要求我們呢就幫助我們解決個案的，我們肯定做的，不需要等到20號的9月20號，因為為什麼？我們每日都繼續做那個工作的，所以希望三盞燈的市民和我們一起叫好嗎？我們再說多次，1、2、3，新希望你可以壓制二。多謝各位，多謝大家，多謝大家，當你們到時投票。